有没有很有 feel？ 出去野餐的时候，整个带出去，面子也有，里子也有，这味道真的很棒。我是 Rex， 我是仙子，欢迎回到我们虾到厨房。你喜欢野餐吗？喜欢。我们今天就是来野餐的，干嘛聊？野餐，大家都喜欢野餐，对不对？但是野餐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不是野餐垫，不是蚊子，是根本就不知道带什么。野餐，啊餐呢？餐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什么餐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简单的教你两道，做起来很简单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就像我一样。让你一带出去仪式感 up。那我们要在这里煮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们回我们的工作室去煮，我们回去吹冷气。一、二、五。你们昨晚干嘛下来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食材。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在介绍我们野餐的两道菜，一个是虾子，一个是鸡。海陆全餐，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准备两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他们的东西有重复到，我们等一下虾子会先抓腌，等待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鸡吗？好，我们马上来介绍我们第一道菜。这道菜呢，我把它命名做夏日风情沙虾串。那这道名字叫什么？咸水鸡。好像没有很厉害。没有，那个以下开放就会命名，抽咸水鸡一份。未来原味咸水鸡。太恶心了。虾子呢？你要先把它的鸡剪，须须剪一剪，开背把那个鱼刺拿掉 ，OK？ 虾子 ，OK？ 然后把我们虾子丢进去，然后拿出我们准备的香料，香料就是白胡椒粉适量，大概两三克了。撒上去很厉害。撒上去你还要看到，匈牙利红椒粉，颜色很漂亮哎、欸。然后跟我们的盐，我用玫瑰盐、欸、接着。我们把它稍微抓腌一下，抓腌这个步骤就交给你。第一次抓，是把它混合 mix 起来。对，就是稍微帮虾子按摩一下，然后把它的料捞到它的整只虾。软软。白胡椒的味道够，你也可以再加一点黑胡椒。味道更有 feel。有。喜欢吃辣可以多加一点点，我们黑胡椒超辣。哒哒。保鲜魔手，保鲜魔手啊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放到冰箱备用，大概腌10到20分钟。你看，在你洗手这段时间呢，我已经把水煮了。我们要先来穿烫蔬菜，然后盐水穿烫，所以加点盐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茭白笋、玉米笋，你只要选你自己喜欢的蔬菜就可以。没错，他又不吃菜，他也不吃菜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几个平常比较爱吃的东西。然后花椰菜是为了颜色配色好看，茭白笋跟玉米笋会煮比较久，所以我们先加茭白笋跟玉米。坏菜，然后烫到它变成鲜艳的绿色。其实也还要补。那我们煮到这样差不多了。来吃这个。我要好好烫。我们该烫蔬菜吗？直接拿烫机。现在我们抽米酒加姜蒜子。你是姜。我还要补。接下来就是我们香料的部分：月桂叶、胡椒跟花椒。好了。来准备。那我们煮滚之后呢，转小火煮5分钟。对，你可以先吃个苹果给你。那我先吃个番茄。5分钟过后，接下来就要冰镇我们的鸡肉。然后这个汤先不要倒掉哦，最后还有肉，然后就可以拿出我们腌好的虾子。嘿嘿。那我们就先把鸡汤放到旁边备用，然后先给我锅子加入一点油，加我们的虾子，金贝龙虾，看起来很厉害嘞，超香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开背的话这样子就很漂亮，没错。今天这样就可以上菜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做虾串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的蔬菜、水果，先来一个茭白笋。中间一只虾，哦，轻松怎样？大菜好不好？轻松上手。最后就这样，
回，完成，有 feel 吗？我觉得很美。要做到整个？什么啦？超好嘞！真的，师叔总会 fit 虾虾。下面留言说谁比较漂亮？我。那一看就知道这个中文如此有艺术感。在他穿虾串的同时，我们来做薪水机。还记得我们刚刚的高汤吗？冰镇的鸡，冰镇的鸡拿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用剪刀剪成小块一点，然后加我们的蔬菜，放进来之后呢，就要加胡椒粉啊，想吃多咸加多咸，然后加一点香油，加我们葱花，然后加我们鸡汤，然后最后就是摇一摇，那你想吃辣就加辣，好吧？啊！吃的够多吗？然后让我现在马上进入试吃时间。试吃时间。我们现在试试看我们的虾子。这味道很棒哎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适合野餐都带出去。这味道真的很棒。今天教大家这两道菜，非常的简单，而且非常的好吃。出去野餐的时候，整个带出去，这我自己做的，面子也有，里子也有，通通都有啦。肚子也饱了，那你要帮这个虾子组合取一个名字吗？虾子跟鸡嘛，虾鸡，然后有一个夏日野餐的风景，叫做虾鸡夏季。喂，好了，想要看我们之后要做什么料理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今天就教你怎么在野餐店做。大你讲唔到台词啊啦！我说，今天就教你怎么在野餐店做手机挂吧。不要动！不要打我啦！那一只是有斑纹的、喔。不要啦！在这个镜头的后面有三个阿妈在看我。哎、欸，你给麦阿姨看啦，看到台词都没给你聊聊，这个外形到底谁想？我要走啊！收一收。我一个收。你就啊。那刚刚的虾汤做一个。取，那要帮这个夏日组合取一个名字。好，那要帮这个夏日组合做一个名字吗？取一个名字。那要帮这个夏日组合做一个名字吗？再一次，最后一次。